我想你记住了，防风备，记住了，下回可不许认错。大荒还真够小，我倒是觉得大荒太大，居然这么长时间才让我遇见姑娘。不是他，还认识我吗？刚从郎中的剑下逃过一命，想要忘记的应该也很难吧。我怎么舍得拿剑指着你？你那定是对错了。你的那位朋友找你钱吗？不是我的那位朋友，是你。阿北，你想看我射箭吗？听说你们家的人都很擅长于射箭，跟我比起来他们都不算擅长射箭。我想看你射箭。你是想射人的那株松树吗？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鲜花送给人，想学吗？如果你愿意教，我自然愿意学。给姑娘一笔，我怎么舍得说？用力平衡，架剑从容，弓慢，实诚。有没有兴趣跟我学剑？就算是个陷阱，我也跳。你如果陪我解闷，我就教你。我有说这是有毒？剧毒，麻烦帮我送到清水镇。说过的是谁啊？过送到以后，他自然会去取。